今天被天气打败了，应该早点就出来的。其实这边都还好，没有那么大的。这边其实没有雪。对，我们现在是去 Nautilus， 我们现在到了 Nautilus， 现在我们的 trail 是将要走0.9嘛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的这个景。没有雪，哎，不然这好可爱啊！我们现在已经走进了 trailhead， 走进来就相当于我们走在河床上一样的感觉。这个土是沙质的。这很酷哈、啊，我们感觉明天应该就是这样的，比这个还要酷，更红一点是吧？对，还得一整块一整块。走到这儿就是一个标志性石头的地方了。这风景如果有几天雨就没了。是。再下雨什么就关门。它这个石头有点像裂开的感觉，就可以走到这里面去。哇，这有点大片的感觉。哇，这边好好看。呀，这就是你的封面。哎，哎，你不要趴呀！这个，好，走。呀，哎呀。上面看这个石头，就是中间裂了一块缝。入口出口，准备往回走啦，有一点下雨啦，这就是 Nautilus。